肯定就会有人问我说：“哎，你怎么又买了一台 4K 而不是6K、6K Pro 或是 6K Cinema 呢？”那我把它分成，那其实有好几个优点，那其实有好多好多，那好。那其实有好几个优点，那其实有好多好，那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优点是就是 6K 没有办法取代的。那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优点是 6K 没有办法取代，像是这个 Speed Booster，我真的很喜欢 Speed Booster，因为你自己算一下，你乘以0.71，你会比超三五还要再更广，然后你又亮了一档光，亮了一档光真的是亮很多诶，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我算给你听。我最爱用的镜头是24到35 Sigma 这支 F2 的镜头。那我有做影片，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链接去看一下那个 review。但是这一支镜头 F2 加上 Speed Booster 亮一档光，变成 F1.4 诶，所以我变成一个全片幅焦段差不多35到50，然后 F1.4 的镜头在这台摄影机上面就，这是 6K 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就多了那个 Speed Booster。真的是超赞，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是可以焦段，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的画面是会更广，会比，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的画面是会比，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的画，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的影。而且加了 Speed Booster，你的画面会更广，所以我还蛮喜欢用广角镜头的人呐。加了 Speed Booster，可以比超级35的影像尺寸更广，就是更广啦。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加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超级35的影像感光元件还要更广。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加了 Speed Booster，我的影像尺寸会比超级35就 6K 的那个影像尺寸还要再更广。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加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超35的感光元件还要来得更广。像是我还蛮喜欢用超广角，像是11mm，那就有差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加了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三。还有另外一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超35，就是6K 跟 6K Pro 的画面还要更广。就是我喜欢用超广角镜头去拍一些，哇塞，真的超广的画面。还有另外优点就是，加了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6K Pro 那种超35的感光元件还要再更广。那我现在只用了0.71乘以0.71倍的 Speed Booster，那我想要再更广的话，我可以再去买0.64倍的 Speed Booster，我又可以再更广，所以就是有更多的选项，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搭配。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 之后的，还有加了，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 6K 跟 6K Pro 那个超35的感光元件还要再更广。因为我的目前是 Speed Booster 0.71，那如果我想要再更广的话，我可以再去买0.64的 Speed Booster。真的是超猛，因为我还蛮喜欢用超广角，像是 11mm 来拍摄的，就很多比较壮观，或者是比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加了 Speed Booster 的画面会比我们的 6K 跟 6K Pro 还要再更广。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 6K 跟 6K Pro。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 6K 跟 6K Pro 还要再更广，就比超35的感光元件还要再更。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 之后，我可以有画面。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的加，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 6K 跟 6K Pro 还要来得更广，就是超35，还要再更广。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我的画面会比超35的感光元件，就是那个 6K 跟 6K Pro 这两台的感光元件还要再来更广。另一个优点就是我加了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另一个优那另一个优点就是我加 Speed Booster 之后，我的画面会比 6K 跟 6K Pro 那种超35的感光元件还要来得更广。那我现在只是加0.7的 Speed Booster，如果我未来想要再更广的话，我可以再去买0.64的 Speed Booster，就更多更多的选项可以搭配。那另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可以。那另一个我买主，那另那有一个我主要，那另一个那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那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买第二，那为什么我又再买了一台？Jesus Christ.